团等一下要金鹰奖的表演，开场表演，然后我本来是不是非常的紧张，但是被大家讲的好像就是很隆重啊，然后我现在是有点小紧张。好，这只是一般的商演，这只是一般的商演，而且伟忠哥要坐在下面，然后看着我的表演，他有就是有先交代说他要找到，然后要盯着我的表演。还好啦，还好。完了，怎么好像越来越恐怖啊？阿迪亚老师，哎，阿迪亚老师还好啊，你看，你就来看，你看，来看一下，四下，不是四下，有点紧张哎，太好笑了，喂，怎么感觉好像真的很隆重啊？完蛋了，伟忠哥来了。很隆重啊，我只是一个就是